小伙伴们，今天我要揍一下他，我看他扛不扛揍啊！我让他把那个肌肉鼓起来，我看他扛不扛揍。鼓起来，使劲鼓起来，来，使劲鼓，我看一下能不能扛揍，扛揍我10天，10下啊！换一边。你这一点都不疼吗？痛啊！那你咋不叫呢？痛了就要叫。那个，人呢？看一下。这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宁。哇，这一次我回来，我发现我们这边。有一位雕工师傅，人家居然是大厨，有厨师证的啊、哦！原来在新东方，是新东方。新东方烹饪学校。来看一下，请问这个煎蛋是不是得要技术啊？对。哎呀，那怎样煎要能够煎成这样子的？其实你掌握火候的话，炒出来就比较嫩，就不会炒老了。是不是这个就是热锅凉油，然后直接倒蛋，不需要？不，啊，那个热锅热油。热锅热油。好，你让开点。哦，哎呦呦，发球要发，有运，还会翻啊！你能不能把这个勺子这个样子，给大家看一下？这是要做什么？先做炒蛋，最后一个。是不是先把蛋炒了一遍，然后再开始切辣椒，然后再炒一遍？对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大厨做的，这是酸菜鱼。哎，这边的鲫鱼什么时候吃啊？什么时候做？那个你们拿回去，那就做了。啊？那个锅里有。哦，锅里有。来看一下。快酸锅，鲫鱼豆腐汤。哎，每人一碗汤，每人一杯烈酒。烈酒，每人一杯烈酒。晃了，你们在喝酒？对，每人一杯酒。我就说你喝酒，我喝你。你今天晚上也要喝酒啊？肯定要喝啊。那你是想让你媳妇儿明天哄你睡觉吗？明天哄你吃饭？不可能。又想让你媳妇儿哄你吃饭？不可能。看我的鱼汤。可能弄出来。我就这点。看我的豆腐。这招不喝不行。那天就这些。那天都喝多了。那天没见。陪你了，陪你喝的。你两面夹击，今天一定要把你的酒给劝下去。你决定要喝了吗？我不喝。他肯定要喝啊，打死都不喝。我改成吃饭啊！你要这么说，我就没饭，没有饭，没饭连吃。我喝菜呢，这消费了。您挑吧，你要哪个？我给你哪个？挑哪个？哪？带来嫂子了呗。这个杯子高，我现在这个最多，你先把这个最多挑出来，这最少。来喝一点，来喝一口，尝一尝。我看一下，尝一尝这个烈酒。来，阿乐不喝吗？我喝鱼汤。阿乐也说，我喝鱼汤。那我们先喝。哎呦，我看到小赵的表情。你看你多矫情，一天你老婆哄着你吃饭，你都这么瘦。哪有哄着？人家都没有老婆哄，人家照样吃的壮壮的。就差喂了。你这个喝多了，然后你吃不下饭，你老婆哄你吃饭的这个事儿已经在整个河南传开了。没有，绝对没有的事情。哪有这种事情啊？我们都是从外地过来，来新疆，或者是创业，或者是做事的人。我希望我们这些人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，开开心心的，好好生活，好好赚钱。好了，关注我是阿宁，勇闯天涯的日子，咱们彼此陪伴，拜拜。